95% 以上呢都跟武汉的这个有关系，啊，去过武汉呢，从武汉来呀。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目前呢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围绕一个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病人，因为护理啊各方面，所以有14个啊这个医务人员感染。冠状病毒它实际上它对热呢是非常敏感的，56度30分钟还有75度里程啊等等这些，它是可以有效的这个消灭这个病毒。那这个呢是让我们公众知道。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已经看见了吗？这是医院里边啊，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这个事儿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知道吗？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看这里边，现在这是医院里边已经什么样了，看见了吗？看这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我操，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伙计，乖乖，喜欢脑壳，老子亲眼看到台遭那个，亲眼看到的啊！这是我怎么去了飘渺到的，伙计。台遭了！完了！我们小区后头，那个小学，那个德才小学后头的小区头的，抬过三个了。我操！有人直接倒了。正在抢救，心肺复苏好像是。我操！救命！我也在发烧啊！七里庙啊，七里庙车站这里头，走到王河里倒了啊！你晓得怎么回事的？恐不恐慌？严不严重？看你们还戴不戴口罩？都当是小事。看来这现在武汉市是个么情况？到了，不能拍照！啥事儿？我是你妈的皮，我们小区啊，不过那是王厅他门口。我是你妈。徐东明家超市这里菜台卖39.99一斤呐，花了40块。所有的我最亲爱的家人伙伴们啊，那么我现在跟各位去告诉各位一个非常严峻的消息。各位一定要重中之重的认知到这个问题啊！现在的那个这个冠状病毒感染，然后是情况非常严峻。武汉呢，现在基本上你真的是这个出不去。然后呢，现在各大医院里面就全部都已经就是这个已经人满为患了。然后协和的整个一个医疗部门都已经中招了。现在的骨科医生都当内科在用了。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关于冠状病毒的这个是根本没有药可以治疗的，就是你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要能够挺过那个病毒期才可以，也不是说治不好，但是现在是很多医院里面。但是现在很多医院里面只把隔离的医院根本就收不了你这样的病人，所以医院现在只把这个很多医院就是把一个病房一个院区就留给这个员工和员工的家属可用。所以各位千万今年过年到处不要去拜年，能待在家里就不要出去，一定要多戴几层口罩，而且一定要戴 N95 的口罩。我再次跟各位重中之重的提醒各位，收到的请回复。
一定要出门进门都勤洗手，然后多喝白开水啊，多喝白开水。家里面的有生人走动的一定要用消毒液，在家里面呢要喷洒。还有就是你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打电话，不要去走亲串友的拜门拜年了。我们家已经就决定，就所有的人都是打电话发微信拜年，所有人都不要走动了。所以得了这个病毒，他只有把你隔离，隔离你自己挺得过去就挺过去了，然后再慢慢治疗。但是挺不过去，他的肺部就会烂成黑洞，烧成器官衰竭、肺衰竭，然后人就死亡了。所以各位一定不要去走亲访友，所有人都不要来往往啊。而且这个病毒最少要持续3个月，所以各位要做好长期准备。你的我不能讲，但是现在整个报道，整个全国上下的报道全是在压舆情，真实情况比大家想的要糟糕的很多，非常非常的糟糕。简单来讲吧，北京的武警已经开始准备戒严了，然后北京的所有发热门诊已经开始饱和式运转了。上海的话不出意外可能会在未来星期之内失控，但是现在都不让报道。光武汉在前两天每天的拒诊人数已经达到上几千，已经有几千人每天拒诊，几千人，所以你们自己猜一下这个疑似病例到底有多少。而且这次不能怨上面，这次是纯粹武汉的官员的人祸，这次纯粹是人祸。他本来应该是在12号左右封城的，但是武汉那边直接把消息压了，因为还有一个他有一个人大会议，他压到17号闭幕之后，18号才把消息放出来。也就是说本来应该一个星期前准备封城，然后他把北京这边也给瞒了，他把所有人全瞒了，他一直瞒到18号控制不住了才把消息放出来。其实也就是说真实情况是18号之前武汉包括武汉的周边地区已经失控了。我们就往18号来看，从18号开始17、18号开始，武汉每天向全国往外输出的人口大概就是30万，也就是说从18号开始，真实数字远比要比这个多，也就是从18号开始到武汉封城每天30多万，也就是说他已经有超过上百，在疫情失控以后已经有上百万人向全国输出了，甚至向全世界输出了。首当其冲的是上海，现在上海根本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乐观。这次重灾区不出意外的话是上海，然后马上接着是广州，再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就是广东的深圳、广州，还有包括北京这几个城市，一个都逃不掉，因为流动人口大省大市这种，对，这现在已经是处在就拿北京来讲吧，现在处在一个无法预估的一个状态，无法预估，就已经很严重了。